从本期的禅心讲座开始呢，我们给大家讲解这个打入的一些变化啊。打入在每一盘棋中呢，肯定都会出现的啊，是一个就是说战斗的导火索。那么面对于各种啊常见形状的打入，了解它的这个正确的应对，在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我们先看看棋盘。三连星的形状啊，这个是很多的，这个在对局中呢很多。白棋挂了以后，这个拆二啊，或者是拆回去啊，等等，这个是连回去，这个呢都是很正常的分寸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分寸。那么在这个地方以后，这个白棋呢就明显的啊在这一带留有了一个打入的手段。那么就这个打入啊，以后这个双方如何正确应对啊，我们呢就是说呢从本期开始呢做一下这个研究。当然在这边的形状呢也有可能啊，这个白棋挂过了啊，也有可能白棋走过了，交换呢走了一个我们很常见的定式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定式。在这个地方呢以后白棋的打入啊是这个一个局面的焦点啊，因为如果这个打入能够成立啊，那么呢对于破坏黑棋整块空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作为黑棋来说，白棋打入以后你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啊，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也就是说呢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应对不当，那么被白棋啊轻松的啊全部活出来，那么黑棋这些模样啊有可能呢前功尽弃。那么我们就以简单的啊以这个为基本形状啊，这边呢我们先不管它，因为现在是这个刚才是白棋多了一手棋啊，这里现在我们先不管怎么样，先这边的形状呢我们暂时呢就不去管它啊，这边形状我们就暂时不去管它。那么白棋打入以后啊，黑棋在这个右边啊这一带呢子力是比较多的啊，子力是比较多的。那么黑棋能否对白棋啊产生很大的多大的便宜啊，能利用子力优势取得多大的便宜，这是一个问题。而作为白的一方来说，在黑的阵势中啊，如果能够轻松做活，作为白棋来说应该呢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还是比较这个成功的。那么白棋的前提的这个思路有了以后呢，我们呢就看看这个双方的这个变化。打入以后呢，黑棋啊第一杆毫无疑问就是要压住，这是要压住。那么压住呢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手，白棋接下来啊应该怎么走，这个是很关键的。白棋长啊，可以说呢是必然的下法，但是呢往哪边长啊，这个就值得有学问了。这边也可以长啊，这边也可以长。我们呢研究一下呢，就觉得白棋从这边长啊往这个方向长呢是不太好的，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藏这个啊，这个黑棋如果粘上了，那白棋呢还能接受，还能接受，那么白棋可以飞。黑棋啊即算能够靠住，就算
能不高。那么白棋呢，就算这个飞出来啊，就算这个飞出来，能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黑棋主要的空子这边呢，能够求活的话呢，白棋即使苦一点也是可以考虑的啊，也是可以考虑。那么在省长的时候呢，黑棋啊可以挡这边，黑棋这个挡呢是这个有利的一手。白棋呢现在这个不好出去，如果冲黑棋就挡啊，你打吃黑棋就粘上，黑棋就粘上，这个现在不能冲出去，冲出去被这一断，这个棋白棋很难收拾。如果粘上选择底下活啊，这个由于自身的气太紧啊，做活的空间呢不够，你飞它就啊简单的靠住就行，这个空间呢不是很够。那么如果单挖啊，如果单挖，黑棋呢粘上的话呢，白棋倒是可以考虑啊，这个跟刚才有些区别，这样白棋呢可以考虑传出去，形成一个转换，立下来。请注意啊，这个跟刚才的这个区别，刚才等于黑棋这个子在这里，刚才如果先冲的话，那么你白棋再打的时候，这个与刚才区别呢是非常大的啊，白棋打一下提掉，然后呢白棋再冲出来，这个黑棋本来是可以提掉的啊，这个区别非常大。那么呢这个结果呢白棋呢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虽然外面损失呢很大，但毕竟脚上呢能把这个黑这一颗子呢糊死的话呢，这个白棋收获还是不小的。所以呢单挖的时候啊，黑棋粘这个不好。黑棋当然也不能退啊，一退这个被冲出来这个断都没法断了。但是呢既然白棋单挖啊先损的话呢，那么黑棋就可以白棋虽然可以啊打吃冲出来，但是那边被黑棋拔朵花啊，这个损失太大，这损失太大。虽然一时可以投可以藏出来啊，那么黑棋就飞，这个棋白棋虽然暂时跑出来了啊，但是这里被黑棋拔掉以后呢，黑棋太厚，白棋这块棋啊逃起来还是非常的辛苦。其次呢，黑棋的这个空啊和这里的空啊都还剩了不少，这个黑棋也就是说呢在这里的实地呢损失还是有限啊，这个图呢也是白棋不好的。那么这个挡以后呢，白棋如果啊不能挖也不能冲，白棋如果拖的话呢，黑棋呢可以呢，第一啊，它可以挖粘，它可以挖粘，挖粘了以后呢，这个白棋接下来呢也不是那么好下，长啊，你不能虎，虎了以后虽然能活啊，但是这个活的太委屈了啊，这个。虽然你搬虎啊可以做活啊，但是黑棋这一打啊，这一打这一打全都是先手，这个白棋实在是活得太小。白棋呢也只有长，那么由于这个自身的毛病还是挺多的啊，黑棋呢就挡住，或者后石的粘上也行，你爬的时候再搬。这个白棋呢活起来就是说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但挡住呢可能更积极一点。
这个本身都不知道怎么活啊，再一个就算活了呢也是非常的苦。另外呢，即使你脱的时候啊黑起胡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啊，你虽然现在可以再冲啊，但是呢黑起打吃啊，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拔掉一个效果呢也差不多。这两手其实交换实在是太亏了啊，如果你吃那么黑棋就长啊，你虽然能提一个，但是呢这个白棋即使提一个也是没有活啊。那么从这几个变化呢你可以看出来呢，白棋藏这个是不好，那么白棋正确的下法呢是藏这边，藏这边，黑棋呢正确的呢也是粘上啊，也正确是这样。首先黑棋虎白棋不用怕啊，黑棋虎白棋不用怕，这样白棋可以冲出来打吃，再打吃，这个就吃下去啊，这个就吃下去。这个结果呢虽然白棋啊，不，虽然黑棋能吃掉白棋三个啊，但是呢这个白的把这个黑角上这一只啊干干净净的全部吃掉啊，白棋的目数啊所得还是非常的大啊，这个一个方块就给拿下来，这个打吃因为还是先手，这个白棋目数所得非常大。黑棋在这里打吃一下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打吃一下你再打的话白棋一吃啊，这个也是一点棋都没有，黑棋反而损。那么这个虎啊，黑棋这个虎是不行的啊，你这时候滚打也不对啊，滚打的话白棋就断吃啊，你这个提掉它就粘上，这个角上对杀黑棋呢明显不利啊，黑棋明显不利。虎不行啊，我们先再看看别的。那么当白棋长的时候，黑棋如果挡住呢啊，和这边这个一样啊，这个你长这边我不可以挡住，你长这边挡住，那么白棋现在呢当然也不能使用这个冲或者单挖的这些手段，那么白棋现在拖一个呢就可以了啊，由于这个方向的区别啊，与这个方向区别。黑棋如果挖张，白棋就藏啊，大家注意，这个藏是藏在这个黑棋的大空的方向啊，藏在这个黑棋的大空方向。这个黑棋呢，本身呢几乎没有办法这个杀白棋啊，白棋只要也活在这个大空里，这个白棋呢即使活得苦一点也没有关系。这个棋黑棋不好，那么黑棋搬，白棋直冲啊！注意，虽然这个棋啊，我们刚才所说的也可以打这个，但是呢，由于这个方向的转变啊，在这里拔一个子啊，这个威力啊，黑棋在这里拔一个子的威力，比刚才在角上拔一个子呢，要差得多啊。如果长，白棋。白棋本身这个地方呢，白棋它也可以立了啊，这个区别还是就已经是不小。刚才呢白棋还不能立，现在黑棋因为不能粘啊，粘了以后这个断了，白棋要断，那你只能跟着吃，那么黑棋再提掉，这个本身区别呢也是非常的大啊，这个区别是这样的，白棋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这个黑棋。挡这个，黑棋挡这个呢，白棋可以拖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两个的区别啊，这样黑棋可以挡，但藏在这边呢，这个黑棋呢挡就不太好。
那么黑棋呢，本手呢就粘上，那就粘上。然后白棋拖这个啊，然后白棋拖这个。这时候呢，黑棋只有搬啊，只有搬。如果挖张，白棋长啊，长出来啊，或者说虎出来，这个做活没有问题啊，这个活棋肯定是没有问题，而且呢，它是活在这个黑棋的空里面，这个黑棋不能满意，黑棋呢是必要搬。搬的时候，那么白棋接下来呢，就是说是粘上啊，粘上是呢，就是说呢，局部的好手啊，千万不要挖粘啊，千万不要去挖粘，哎，不，对方有毛病了，我挖粘啊，这个我想稍具备，就是说一点。棋力的啊，这个棋友就能看出来，这个肯定是一个恶手啊，这个冲一下，自己钻进一些棋啊，这个、肯定是个恶手。那么搬粘以后，黑棋粘，现在他不能粘啊，因为这个一搬，这活得很舒服啊，又跑到空一下。那么作为黑棋来讲呢？这个棋呢有两种下法，一种呢是粘上啊，一种是粘上，一种呢是立啊。粘一个呢，就是说呢比较厚实，比较厚实啊，这个外面比较结实。那么粘上呢，白棋这个地方小飞做活啊，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啊。大家反正先记住这个，黑棋粘上的时候啊，白棋做活的手段呢是小飞，是小飞，小飞比较好。这样以后，即使黑棋靠住，即使黑棋啊靠得住呢，那么白棋啊在这里也可以轻松的啊搬虎啊，搬虎呢做活。这个白棋活得比较干净。那么这个大飞啊，做活虽然也可以，但是呢，本身大飞完以后啊，这个棋形呢并不见得多好啊，这个棋形并不见得多好。而且以后呢，这个黑棋这个粘啊是个先手，是个先手，保留这个先手。这个一靠啊就可以靠下去。那么第二呢，黑棋以后啊可以根据情况在这边选择一些其他的利用。这个呢，白棋呢给黑棋留下利用太多，而且飞完以后啊，大飞完以后，即使黑棋不走，白棋也没有棋下，连尖都不能尖啊，尖说不定都被黑棋一靠，你搬他断，你打吃他一打吃一拐子，都有可能啊，没什么好棋下，拖更不行了，拖黑棋就顶一个都可以。所以呢，没有好的后续手段呢，那你大飞呢还不如小飞，不如小飞。小飞以后你要走呢，也飞一个啊，这个形状也比较完整。那么呢，黑棋粘上，白棋小飞呢，这个接管也可以说就是白棋呢。比较轻松的啊，在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的情况下呢，在黑的空中呢，就是说活出了一块，这个白棋还是可以的。那么黑棋还有一种下法就立，另一个呢，就是说呢，相对来说外面呢变得稍微弱一点点啊，稍微弱一点点。因为以后白棋有冲了打啊打吃啊，借用稍微多一点，但好处呢就是说呢，这个地方的目数稍微好一点点啊，稍微好一点点。那么立的时候啊，这个棋白棋要做活呢，就是要大飞，还要大飞，这时候不能小飞了啊，这时候小飞如果强行，你好，这个地方
一旦强行被黑棋靠住，比如说他先稍微做一点点准备工作，一旦被黑棋强行靠住的话，这个棋做活就比较困难。即使啊靠这些冲啊，就靠这些手段，虽然也能活，但本身非常的熟啊，那个活就算活人呢也活得非常的小啊，黑棋也搬砖的先生，活非常小。所以呢在人家立下来的时候，你呢应该说呢是大飞啊，这个是一个大飞。虽然这个地方暂时没有棋，虽然黑棋以后张是先手，但是黑棋也不肯轻易交换，因为你走了以后呢，白棋一尖啊补活，这个地方呢还留有这个冲的味道啊。虽然你能靠一个补，但是呢这个靠本身呢是有点损的。这个棋呢就是呢黑棋呢，白棋呢这样的做活呢能不错啊。虽然黑棋外面比较厚，但是白棋呢必呢把黑棋的这个空掏了，这个后卫以后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么呢还是个疑问。白棋飞时啊，黑棋靠这个啊，也是对白棋的一个考验。如果白棋简单的退啊，回来做活，这个白棋不能满意。这个虽然能活，但是呢本身活得不大。第二个呢，这个等于被黑棋先手靠退了。这里稍微厚一点以后呢，这里可以打入顶一个啊，当然也不是好棋了，这个看上去就不像好棋啊。这个是大出手，黑棋挡住，你虽然能贴啊，靠着贴，那么黑棋就粘上，这样啊，虽然能活，但是呢，活的呢以后被一扳，这个活的也是非常的小，活的非常的小。那么当这个黑棋靠的时候啊，白棋也有好的手段。白棋有好的手段就是什么？冲，利用这个黑棋棋形的弱点，然后再贴，这样，这个是好手。由于时刻残留着挖的这手段，那黑棋棋形呢，等于黑棋呢在这里只有粘一个，实际上也只有粘一个，你不能加，你加这一冲被冲出来了，就挡不住了，这个意思支撑断点太多。你如果顶顶的时候白棋依然是挖这个是这个黑棋棋形状会出现问题，你打这个他就先手残掉以后顺便说先把这个可以走掉这个黑的肯定是棋形太坏这个然后还可以爬出来回头有做活。所以说呢，当黑棋靠的时候大家记住一个呢，就是说呢白棋冲贴冲了贴，这个是局部的好手棋形的要点。这个黑棋等于呢也只能粘上然后呢白棋再退一个，可以黑棋退挡住这个呢与刚才相比呢白棋的这个路数本身就要大了本身就要大了大了一些。第二个呢，白棋在外面留下了很多余味，白棋在外面就是说留下了很多余味，比如说这个以后可以打吃这打吃，甚至还说这里有打吃，这里呢还有一些这个借用有一些这个借用，这个棋就是说呢白棋就是可以接受。总的从这个效果来说呢，就是说白棋打入黑棋如果直接压大家呢就记住白棋的手段呢是
先缠这边啊，然后再拖这个。这总的来说呢，白棋呢能够轻松的，比较轻松的在黑棋正式里做活。那么作为黑棋来讲，这选择呢，如果是外势啊，黑棋都形成外势，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的话呢，那么呢就走一个可以选择让白棋呢在里面活一点，那么我呢有个外势呢继续扩张大模样。如果觉得外势没什么用啊，我们觉得呢黑棋含蓄一点呢，对于打入的时候呢你就立一个手就不错啊，因为这样靠呢白棋它可以轻松做活，黑棋还是有点不满意，我就先立一个，老老实实先守住这边口啊，我不急着吃你，把你放出来，然后呢我再慢慢的来攻击你啊。我们觉得这个下法，黑棋这个下法呢比较那个好一些，这个大家呢可以在实战中呢采取，因为这个慢慢跳来以后对于这边啊这个白棋也会有影响，而这两个子呢要想做活呢还是非常的这个遥远啊，非常的遥远。反正如果即使你飞啊，我就硬一个也没关系，以后可以一尖，这个还是挡不住的。白棋如果直接点啊，那么黑棋呢最简单的啊，你就粘上也可以。白棋爬啊，黑棋就藏。这个白棋，棋形不好。你爬呢，它就搬。这个自身毛病也很多，白棋这个就算冲掉吧，看得清一点大家啊。这个白棋自身毛病很多，或者说呢，黑棋啊就拐一个也可以。也可以，这个白棋糊起来以后呢，黑棋就算在正主，但也不要注意这个扳是舒适啊，扳最好被人家糊，你就正主。这个白棋在里面本身活起来还是非常辛苦啊，本身的活起来非常辛苦啊，这个出头呢也非常的累，同时黑棋呢，反正把这个主要的空守住了以后呢，其他地方呢。不用太担心啊，走后了以后这边还保留打入啊，甚至你要守空呢也可以尖顶。这个黑棋的就是下法和选择呢也都是比较多啊，也都是这个比较多的。反正呢黑棋单立一个以后啊，并不怕白棋在这有什么，白棋呢就是在这一带没有就地做活的手段啊，只有呢往外逃出呢对黑棋呢这个攻击。我们觉得呢黑棋这样的下法呢也是不错。在本行中呢我们讲了这个白棋打入以后的黑棋两种下法啊，一个扎丁一个压住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外势有用的话啊，有用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可以选择压的下法。如果你喜欢攻击的话呢，就建议呢选择这个立的下法。本期讲座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啊，对于这两种方法的使用想必大家呢心里也有数，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发 email 的方式呢与我们联系，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